12日，据消息称，苍井空将在北京时间4月30日晚9时到5月1日下午4时，在日本网络电视全亚洲同步直播生产双胞胎及相关纪录片节目。另外，为了不让他负担和苍井先生有10年以上的深交，建立信赖关系，麦考伊斋藤担任导演，第一次挑战生产纪录节目。据悉，2018年1月1日，苍井空宣布自己结婚，丈夫是日籍艺人 DJ Now。她说：“老公不是帅哥，也没有钱，但是他接受了我的过去，他爱我。对啊，他可以接受我的过去，这就足够了。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！”